你为什么要害修平？我也不想的，不想，不想你又做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可能会害得修平不能做警察，甚至要坐牢啊？他这么维护你，当你是兄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就是你让我救那小子，救了那小子之后，太子不信我，莫要强怀疑我，我要不这么做，他们早杀了我了，我没得选。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现在不是警察。 有什么事你们救不了我，你们救不了我，我也要想办法自己救自己，没得选。我没做错，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么做，对不起修平啊，但我真的没得选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我也很难过。有机会，帮我跟修平说声对不起。还有，莫耀强总派人跟我，不想我死，别再来找我。 我有什么能帮你？你要帮我，就在古色朝我之前帮我。我一直有帮你，是你不听我说呀。赌钱欠了一屁股债，账簿写的龙飞凤舞，乱七八糟的。胖子也要跟上头交代，他也是逼不得已才停止你卧底的行动。行了，总之全是我的错。当日听你。 和胖子的话去做卧底，我错。做卧底压力太大，我承受不了，我错。我赌钱捡押机构输钱，我错。我怕死，结果害了兄弟，也是我错。全都是我的错，满意了？你真的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有错吗？修平当你是兄弟，所有事都是为你好。行了，谢谢。有多好，你看到了。 你不做警察，不一定要做古惑仔吧？这是我的事，不用你管。就这样。